Hello， 我是伊记伊维特啊。今天拍这条片呢，就是因为是啦，这本书呢已经推出了，就是《伊维特歌剧院二》。咁咧，旧年咧就推出了呢一本《伊维特歌剧院一》啦。咁里面的故事呢全部都是在电台里面讲过的，但系今年这本呢就犀利啦，因为咧里面的故事全部都是新的，是你不会听过的，同埋除了我有画画之外咧，系加插了相的部分嘅。不是写真集那些靓女相啊，是一些都少少恐怖啦，系啦，一些奇怪的相啦。咁有我自己拍的 snapshot， 亦都有我自拍的相，亦都有我摄影师朋友帮我拍的相。咁总之咧，其实所有嘢咧都是希望加埋营造嗰个阅读的气氛嘅啫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除咗呢本书已经推出咗之外咧，其实仲有好多事件即系愣住咁样发生嘅。咁嚟紧最急嘅就系、是、啊，今个礼拜六即系6月25号就会喺三联APM 嗰度咧就会开一个签名会啦。除此之外咧，就系、是、7月2号咧就会有一个分享会啦。咁分享会咧其实都好少位嘅啫，咁大家只要上到我 Facebook 嘅 page 咧。Evita Wong E V I T A W O N G， 咁就會見到有一個 post 咧，教你點樣去apply for 一個位嘅。咁仲有咩咧？仲有嘢嘅，我記得。我記得啦，有啲內地嘅朋友啦，或者外地嘅朋友啦，問我點樣可以買到呢本書咧？因為暫時都好似淨係香港有得買喎。其實你哋可以上網買嘅，咁我而家教你哋點樣上網買。我而家為你哋睇緊一個 email， Dear Eki， 海外讀者可透過商務網上書店訂購，個地址就係 http://www.cp1897.com.hk。咁咧呢個地址你入到去咧就未必會見到我本書住嘅，因為係太新啦我本書。咁你入到去咧，你就喺見到佢有個 box 咧，你就 search 伊維特歌劇院，你就會見到伊維特歌劇院一啦，伊維特歌劇院一嘅特別版啦，同埋伊維特歌劇院二噶啦。跟住你就撳買，咁就買到噶啦。拜拜！我又翻嚟呢一個廣告位啦，因為咧。那個拜拜是假的，因為呢我想還有多一件事要講，就是呢我現在搞的一個寫故事比賽啦，希望大家呢寫一些短過500字的故事 send 來 story@my903.com， 如果勝出叫做勝出啦，那我喜歡一些的五篇呢，我下個禮拜就會每天在節目那裡讀一篇的，那如果被我讀了出來的朋友呢就可以得到最新出版的《伊維特歌劇院二》一本。題材方面呢其實不限的，那我當然想看一些新的題材啦，那對我來說有新鮮感一點，但是不代表你不可以寫回跟我一樣的題材的，但我希望見到你自己的個人風格。那還有就是有沒有截止日期，其實呢就如果你是為了想我在節目讀出來啊，還有拿這本書呢，那當然有啦，就是下個星期五日節目完之前啦，那但是如果你是純粹想寫一些故事啊分享一下，其實你 keep 住 send 去那個 account 呢，我都會看你的故事的，那還有如果我手痕我都會覆下你這樣的，因為我最希望呢就是大家提高這個對寫作的興趣，即是不要得我自己一個人在寫啦，最好就全部人一起寫啦。除了這些東西之外呢，是的，星期六的簽名會呢我還沒想到穿什麼衣服，沒事了，拜拜，真的這個拜拜，拜拜。